的特服真的比一般的大蛮多的，比较宽敞一点，不太一样，比较宽。这个是帅哥，帅哥底下呢有两种卫生纸，第一种是纸巾，第二个是比较软的，就是面纸，中间有纸杯让你刷牙什么之类的，可以感觉啦，它这边呢、用的金属也是用的非常好的，后边有洗手乳，洗手乳再过来这边有个垃圾桶，然后这边总共有四罐，这个是新航啊非常喜欢用的牌子，知道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因为我对这个真的没有研究。这边有一个踩踏板，是拿来控制这边的。然后你可以看见它的厕所非常的宽，上面啊有个尿布台。现在的飞机啊，真的越设计越好，就是感觉这个尿布台是很扎实的。最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马桶的右手边这边还有一个椅垫，这是用来做什么的、看图案来讲，这是应该拿来让你坐着穿鞋之类的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设计。另外一侧呢，这边还有一个全身的镜，哦，有乱流，有乱流。全身镜的左边，这个是假花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because of turbulence, please turn to your seat and have your seatbelt securely fastened. And at this time, 不要回座位。这个萤幕啊也可以往下调整一下角度，就是躺着的话看起来会比较舒服。其实真的可以看出新航真的很用心耶，就是从很多的细节啊，像这个枕头，就是不管在设计方面跟触感都很好。而且他有一点蛮厉害，我刚才就跟他要一杯啤酒，他马上就知道要的是海绵跟可能有记录之类的。最近有一些感触啦，飞行体验系列啊，应该已经拍了30几集到40集啦。自己有遇到一些瓶颈嘛，因为航空的东西啊，当然会有一些细节上的不同，可是它的套路吧，就是都是一样。什么是套路？就是可能我上飞机、下飞机中间的过程啊，通通是做差不多的事情，也会觉得一直在做相同的事情，所以我不晓得我会拍到什么时候，各位可以给我一些意见吗？可能有更好的做法，更多不同的主题，觉得我需要听听大家的意见。照片是好看，好看多了，真的还蛮好看的。大到小，然后水果有葡萄柚、香瓜、哈密瓜跟凤梨，然后接着就给我面包。餐具总共有7只，有3只是刀子。新晃的电影好多，不好意思。这是我点的安格斯牛汉堡，
未免太夸张了吧！我天哪，这看起来太可口了。这我第一次看到，中间有一块很大块的黑色的，这是香菇哎，然后下面就是很厚的牛排。我们看到拍了第一集，蛋堡真的不是一般，就是有名的店的汉堡，它吃起来真的非常好吃，它的肉啊一点都不干，香菇的部分啊又很 juicy， 所以那个整个汁啊都会往下流。唯一啦，面包稍微干了一点，不过真的非常好吃。第一次发现香菇放在牛肉包里面这么对味。对，这安格斯牛汉堡是我先预选的餐点，好吃的。Never did I give in just 'cause the thought of being vulnerable made me feel less than I am. I have never felt home till you entered my door.酱豆腐街上超好。The best thing I did, and I want you to know, was letting you in. From that moment, I knew that you were all I missed. Maybe it took just one kiss. 'Cause here in your arms, I can find.真的有点冷，其实我很明显可以感受出，其实新加坡航空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注意细节的公司，不管从它硬体啊、桌子啊、枕头啊、各式的装置，然后再来是人员的服务，人员服务啊，真的它那种就是刚刚好的服务，就会让你感觉它非常非常勤俭，而且随时知道你需要什么，真的非常，我不知道是凑巧，哇。现在新航首航正准备要开始活动了，台湾首航现在飞。这是我第一次搭新航啦，新航真的蛮棒的，四个小时的飞行啊，你会真的有点不想下飞机。这影片就说，如果你喜欢我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，在我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点准时发布影片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好冷，好冷，好冷，我要找不到。Set my world on fire. You're